哎妈，是包给老婆，我今天要离婚。上一次我带大家参观完澳门嘅三房三套单位， 我问你，为什么九龙站居年天下的大两房是那么受欢迎？ 因为一般两房单位讲紧400几尺，但系嗰度系800几尺。同样地，我今天带你睇一个878尺嘅两房两套，再加工人套房嘅超级大单位。一入到嚟睇一个 私家升降机大堂，有冇想象过两房单位都可以享有到私家升降机大堂？呢度子母门设计非常气派。首先入到嚟，我哋有一个 L 型可以俾你做到顶嘅储物空间，放鞋柜。呢个系超过300尺嘅长方形客饭厅。我哋望一望，呢度系个客厅，诶，都系唔俾你睇。转头话个菜单俾你听，呢个朝向系向东南嘅，你睇到个客厅其实方正实用。 非常容易擺家具，主人房望望呢個主人房連埋套間大概250尺。首先呢度有個通風對流窗啦，非常細心。呢度係廳房同向，向東南全落地玻璃，三邊落床當然依時。好，我哋入埋套間望一望，酒店式設計，鋪滿曬雲石，最重要係有窗，名次設計啊！彩蛋揭曉啦！老闆 ，welcome， 欢迎参观埋另一间套房，呢间套房同样地朝东南，全落地玻璃，呢度大概系80尺空间，连埋个套间大概150尺。彩蛋位就系你可以自己将你个洗手间同样地成为私人嘅套间啊！有冇谂过呢个系一个两房单位嘅厨房？其实比好多新款嘅三房单位还要大呢个厨房。一入到嚟呢度有个双门大冰箱，用上 Gagan 嘅牌子，三件头炉具全部蒸焗炉、微波炉，哇！ 两房单位同样用上14W 嘅抽油烟机，不得了啊！呢度亦都有个对流窗，可以同客厅嗰边做一个对流作用。Nice。重点，两房单位同样会有工人套房啊！ <What? S 1> 哇！